每一年就是年底的时候，你要我们写信，让我们觉得很烦。我就是要他们要挖到里面。你是不是在家族的这个全家人一起吃饭，你也要一直挖自己很深的东西跟大家聊？不会，没有会。被你说中了。我平常讲话，人家是要付我钱听我讲话的耶。我讲了你们还嫌烦，还想赶快去睡觉。不用讲嘛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